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田园民宿，那这个也是我们车床天地的一个特约的商店。那你现在看到的前方的东建筑物呢，是它的餐厅，也就要供应早餐的地方。那过来是它的住宿区，那这个停车位是蛮多的。然后它现在正前方你所看到的，是它的主宅，也就是你要办登录的一些地方。那这个地方的空间是很大，但是呢，紧邻的马路，所以在台九线上面，所以它本身来讲，你可以想象，车子的声音是会很大。然后它的后面呢是铁道，所以火车的声音也是很大的。那唯一能讲的优势呢，应该是环境的一个整洁度是不错，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有点缺乏这个整理的感觉，也就是稍微寒酸了一点。但这也可能没有办法吧，这就是都会区跟乡村之间最大的差异。那其实它本身来讲，原则上它其实也是可以稍作整理，做成车泊的地方。因为你现在看到后面这个，其实它是它的公众意识，应该是整理以后是可以用的。那后面你可以看到的部分，很明显它是紧邻铁道的部分，也就是晚上十点以前呢，你没事还可以听到火车呼驰而过的声音。但它真的是很像田园的感觉，这无可厚非。当然你说看花东纵谷的这个所谓纵谷线的山景，是不错的。总之呢，它这边呢，就是一个乡村，它叫田园民宿，所以无可厚非，它真的是田园吧。OK， 我们今天外在环境就先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来花东，花莲的地方呢，做一个长时间的停留，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我们来去拍拍它里面咯。